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五晚啊，11月12日呢个嘅碧梁围窗咁样咧，就今日咧就喺香港大陆叫做光棍节系嘛，11月11日。但今年嘅光棍节好似因为六中全会啊收晒声，我真系咪同埋即系之前反垄断啊嘛，咁样因为上年。或者再之前，應該係因為都係阿里巴巴咁樣，就係呢一個壟斷咗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平台購網上購物平台嘛。咁今年咧都係即係有一個即係新嘅依啲反壟斷法情況底下入邊實施嘅依啲光棍節，即係咁就係低調咗嘅，係即係以前咧係咧即刻報話，即係一踏進12點就即刻話啊，頭嗰10分鐘咧已經有幾多總銷售額啦，唔知幾多億啦咁樣，咁而家就唔敢講嘅，係嚇。咁啊，所以就見到廣告都少咗啦。雖然我見到 YouTube 咧，佢都會有即係 fit 一啲即係可能我 search 一啲內地嘅新聞啊嗰啲嘢多咧。咁我 YouTube 咧，我睇翻自己花生台啲廣告都係啊，佢 fit 呢啲光棍節嘅廣告，仲用廣東話嘅喎嚇。咁但係咧，嗰啲廣東話可能佢用呢個廣東即係廣州腔啊咁樣。即係講得唔係好正，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啦，佢第一句説話就話衰十一又嚟啦，咁樣係咁。哇！啲抗炸嚇一跳啊，真係。係咩？係咯，唔知睇竹石台啲會唔會彈到咁嘅廣告出嚟嘅咧？係咪？如果喺竹石台彈出嚟嘅話，嚟啦，係衰十一又嚟啦，咁樣我諗真係砰一聲打咗喺地下嘅，因為你知啦，選舉前就好驚呢啲咁嘅嘢噶嘛嚇。咁啊，呢個光棍。光棍是因為我想就都本來你看到馬雲也有些生意頭腦，其實就將一些幾條大學生想出來在網上的這些的即是其實是無聊的 idea 呢，就將它變成一個商機，本來就想推向全世界的，但是誰知就這個證明啊，這個大陸人呢國際視野始終不足啊，even最出色的馬雲也好，因為11月11日呢就是對於英聯邦國家來說呢就是或者美國都好啦，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對戰爭軍人嘅一個紀念日嚟嘅，Remembrance Day。咁就美國就係退伍軍人節。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廢 Q 事睬你咩光棍節。咁而家唯一響應嘅就是默克爾統治下嘅德國。咁佢哋都有呢、這個利用呢個1111呢四條棍咧嚟去呢、這個去推廣佢哋嘅呢個零售業嘅。其實你諗下都幾荒誕嘅，其實1111其實係無厘頭噶嘛，光棍節呢樣嘢。是完全是大陸的呢、這個即係電商 create 出嚟嘅一個消費嘅一個概念嚟嘅，其實咁就準備推向全世界添。咁但係就我都話啦，1111對香港人嚟講係兩重意義啦，除咗係英聯邦國家曾經喺香港保衛戰裏邊作出嘅犧牲啦，包括印度啊、加拿大嘅部隊。咁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亦都係啊黎明行動，記唔記得啊？11月11日兩年前。就是尖沙西灣河槍擊案先，11月11日，然後11月12日凌晨，即係11月11日晚到11月12日嘅凌晨開始，就係、是、呢個黎明行動，咁就引發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嘅警察圍攻呢個中文大學，咁就爆發呢個激烈嘅衝突。咁正式應該係衝突開始，應該係11月12日嘅最激烈嗰陣時係，即係香港嘅而家係。12日晚啊嘛，系嘛？系，即系今日其实先至系中大冲突嘅两周年啊！咁就好多人未必记得个准确日子。西湾河中枪系嗰位年轻人，我哋即系之后叫做熊仔饼啦，系因为佢就系写一封信出嚟喺留医嘅时候就是說，就系话佢即系好翻嘅话就想食普通仔饼，跟住就大家就系、是。話即係稱呼佢做熊仔餅啦，咁因為佢中咗槍，好似佢要即係佢腹部中槍，為咗咁樣，好似唔知係割咗成個腎嘅要係，咁然後亦都繼續係落案就控告佢啦，係，咁所以我即係第一件事，如果就咁講中槍蘇魯講呢單嘢嘅時候，我有啲咩感想咧？就因為我近排就睇翻近排國際新聞咧有一單喜事嘅，就係咧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馬拉拉咧，佢係結婚啦，最年輕。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啊嘛，咁佢因為巴基斯坦咁樣，佢就即係女仔讀書喺即係受伊斯蘭國嘅威脅，咁樣就挨咗一槍嘅，係俾恐怖分子咁樣，咁所以去英國治療。
咁即係嗰陣時候對於頒獎俾馬拉拉咧，咁樣即係國際都好多唔同嘅評論啦。咁但係講到尾就話都冇人話有太大嘅質疑嘅，因為大佬人哋始終都挨咗一槍啊嘛，係咪咁樣？咁如果按照咁嘅標準嘅話，即係紅仔餅都值得攞諾貝爾和平獎嘅。睇翻成個過程，喂大佬，佢真係喂。系佢叫真系警察冷静，佢真系相信我哋。即系平时我哋嗌口喺条街度，警最唔冷静就系嗰啲警察。由无论2014年到2019年嘅时候，平时我哋笑啊嘛，喺度嗌警察冷静咁样。佢真系行埋去警察度，你冷静啲，冇人想呢度想动粗伤害你，叭咁就开枪。咁然后就去到呢、这个，当然就系去到呢个中大嘅保卫战啦，系咪？咁关于中大嘅案件，我记得至少系。喺近期嘅判案入边，应该系有5名嘅中大嘅学生系判咗暴动罪嘅，二号咁我桥记得冲突就嘅系二号系啦，桥冲突嘅。咁就系、亦都嗰阵时候好深刻咧，就系、是、有一位其中一位女仔女同学系佢写嗰个求情信，其实实质佢就内容就唔系求情嘅，系佢讲明佢即系唔相信呢、这个。法律制度，我唔系攞呢个机会嚟求情，我系攞呢个机会嚟控诉，或者系去展现咗事实，就话而家呢个法律制度究竟系咪一个即系一种杀人不见血嘅暴力咧？系咪我唔会透过我讲喺度，我都唔相信你咯。咁我喺度讲对有咩悔意，其实都冇意义啦，系咪？咁如果我讲完，你仲加我刑嘅话，就食髓诛面啦，系。咁呢呢个啲傅海晴啊，傅海海晴，情第二被告傅海晴。系啊，佢嘅演即系佢嘅，即系个个向法官求情噶嘛，向呢个张杰仪法官，但佢系自己陈词嘅，其实佢唔认同法庭嘅裁决，亦都认为唔系要博取法官嘅怜悯，亦都对案中嘅行为不感到后悔。咁我觉得即系年青人咧有呢种咁样嘅，即系呢个系一个相当大嘅勇气嚟嘅，因为一般正常人咧，我讲紧都会觉得已经罪名成立啦。咁就梗係希望用各種嘅理由，因為代表律師都會建議個當事人咧，就用各種嘅理由去希望爭取呢個法庭減刑嘅。又話屋企有事啊，或者即係過去嘅品格證人啊，自己做過啲咩義工啊咁樣。咁但係佢好明顯，佢知道呢個係一個政治案件嚟嘅。其實同阿周幸彤係一樣，即係佢知道呢個中大案呢個係政治起訴嚟嘅，成件事都係一件政治事件嚟嘅。所以他就用一个政治的角度去陈词，等于而家即系之前审紧嘅呢个六四非法集结案，阿何桂南喺庭上边嘅即系陈词都系一样嘅，佢都系即系佢将佢自己嘅政治信念讲出嚟啊嘛。如果呢件事系政治案件嘅话，如果系一个刑事案件嘅话咧，普通刑事案件嘅咧就变成系针对嗰个罪行，你有冇做过？掟嘢啊！你点解个背囊里边有士巴拿啊？有索带啊？你嘅参与程度系乜嘢？就个 scope 就去咗嗰度噶啦，其实。但系你谂下，而家起诉嘅人咁多咧，大部分嘅人最终都系选择咗咧，系嗱呢个人之常情，我觉得系选择即系希望向法官求情得到减刑，而系能够 make 一个 political statement 嘅人咧，你留意一下个改变，由雨伞运动。2016年嘅魚蛋革命到而家，啱啱我哋頭先講，即係兩年前發生嘅呢個中大衝突，嗰、那個改變就係佢個制度嘅政權壓迫已經係 create 咗一代嘅政治犯出嚟。嗱，就算你話去到魚蛋革命都好啦，即係嗰個辯方啊，即係梁天琦啊，佢哋都係喺度拗緊，究竟佢哋喺現場嘅角色係乜嘢嘅？都不会说去 make 一个 political statement， 因为那个 trial 本身是一个政治审判来的。就是很多时候香港人有一种盲点，就是一般市民就是从仍然从一个所谓刑事罪行的角度去看这两年来的这些法庭的判案，而不是当一个你问我这个是美丽岛军事法庭大审判的一个慢镜和现代包装版来的。你唔使多，我哋睇下最近有一單審個，唔講政治，我同你有個女 YouTuber 去告一個男仔強姦佢一個日本餐廳嘅東主。你睇曬個案情裏面嗰啲嘢，其實冇可能起訴我，我覺得而家辯方係向法庭攞呢個訟費添，就係因為覺得控方亂嚟。
嗱，好少咁樣甩咗罪咧，強姦甩咗罪之後咧，係會向呢個控方向申請重費嘅，因為呢啲咁嚴重嘅刑事罪行指控甩咗之後，大家都執翻身材就算數噶啦。但係你如果睇過曬嗰個檢，即係嗰個嘅案件裏邊嘅嗰個情況咧，其實根本係冇可能檢控嘅，所以先至會呢、這個YouTuber 強姦案咧，先至呢個男嘅被告咧係會作出呢個嘅申請重費呢一個決定嘅，好少嘅喺刑事罪行檢控裏邊，即係除非真係好離譜嘅，即係嗰個檢控嘅過程，根本上無論所有證據好，兩個人翻屋企嘅過程，所有同呢、這個這個控方，即是這個告人的女士所說的事是完全違背的事，是不是根本同意的情況底下回家進行這個性行為，然後事後出現糾紛，於是就告這個 男的，即是餐廳東主就說他未得同意下進行性交。你以為刑事檢控只是限於政治檢控的時候受這個政治干預啊、政法委影響啊、從嚴啊，或者上級呢個判刑指引啊等等。但你留意一下，其實控律政司嘅成個部門啦、啊，講緊唔係鄭若驊個人，成個刑事檢控嘅敗壞你睇到嘅。你睇啲民即係唔係民事啊，而係話非政治性嘅案件你睇到嘅。其實即係嗰種嘅我哋以前好簡單啫嘛，你睇睇埋有冇 merit， 即係你個 case 係咪 establish， 證據嘅質素係如何？喂，大佬，呢啲好基本、好基本嘅，作為呢個刑事檢控嘅一個守則嚟嘅，我哋學門外漢都識啦，真係係咪？證據嘅質素，大佬呢啲咁嘅嘢，我覺得而家根本上因為處理政治案件，成個律政司裏邊已經連刑事檢控裏邊嘅質素都大幅倒退，叻嘅人走曬，剩翻嗰啲大家諗住留喺度咩？做一段時間可以升為呢、這個資深律師啦。即使是这个出身是这个律师仔都好，想着这个即是这个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来的嘛。所以我说很多人说喂、哎、我们不理的，我们只要不搞政治不犯法就没事了这样。但是你看到这个法治的倒退，他最终你很简单，你问我那个这两件案完全不涉政治的，其实就是普通的一宗强奸案。但是你只要看完个案情之后，你说有没有搞错，这样都告的。係嘛？即係佢嘅情況就係已經係寧願告錯，因為冇責任啊嘛。已經去到個地步，喂，控方亂嚟，已經法庭鬧咗咁多次，有咩責任啫？你睇鄭若驊越嚟越肥，穩如泰山，成個香港嘅律政制度嘅敗壞啊！你以為就係話哦，你可以分割啊？政治嗰度就去到盡，其他民事嗰啲或者非政治性嘅案件，我就 keep 翻呢個質素啊？冇可能。因为那个是骨牌效应来的嘛。你是那些劣币驱逐良币，坐上去那些人越来越左，你都惯了手势，以前不是就是这个宁中无往，现在不是宁往无中，你不是整个检控政策变晒了，什么都拉什么都告了。你看看廉政公署起诉的拉了三四条友，只是转发这个叫人投白票的这个一个 post， 系咪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噶？已经系，系咪而家呢个被捕嘅26岁前警员，就系话林婉仪督察身亡之后，去呢个咩？话佢即系发表呢啲叫做咩啊？煽动仇恨啊，定唔知乜嘅言论？即系你可以话佢 bad taste， 人哋死咗啊，讲啲咁嘅嘢，我哋以前叫做幸灾乐祸呢啲嘢唔应该做嘅咁。是不是现在不是全部要拉去坐监的，现在讲的是。你看看他告那些煽动仇恨政府啊，煽动什么造成这个仇恨，即是杨村贿本案，最近你看看两个被告申请保释被拒。我想不到这个杨村贿本案里面这两个被告还有可能什么可能会再犯，究竟他们有什么严重的刑事罪行是要这样无限期羁押他们。二十几岁画绘本语言治疗师，是不是？中大案当然很多人讲的是二号桥冲突的时候的过程，就是我们
即係目睹嘅，亦都即係嗰個印象好深刻。但係你睇翻到而家嗰個審訊，中大衝突案裏邊五個學生暴動罪成，判囚57個月至59個月，因為成個過程裏邊你睇到，首先你諗下，即係我都話啦，我哋80年代讀社會學都係左膠嚟啦，我哋讀呢個美國學生運動嘅歷史，同埋呢個法國巴黎五月。在美國的反越戰運動裏面，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衝突是什麼呢？ Kent State U， 國民警衛軍入去 Kent State U 執法，結果爆發大規模的衝突，是吧？但你想想，在香港是不會有人考慮那個背景的。當日蕭生為什麼痛哭流涕，你記不記得在節目那裡，即是中大衝突最厲害，就是這個運動場燒這個跳高箭那些黑煙一路升到上天，嚟到隔住个海都望得见噶嘛？嗰阵时系就是、因为军警冲入去大学里边拉人啊嘛。但系呢成件过程里边系唔会，即系喺一种最狭窄嘅刑事罪行嘅审讯里边，成个背景、成个过程系唔会再讨论嘅。其实系咪包括黎明行动点解会出现？西灣河槍擊案和之後的中大衝突事件的關係，你西灣河槍擊案你看著那個健仔兩隻手這樣攤開走過去，就算你說他黑衫是示威者，是不是要這樣打槍在那個 主身軀幹那裡？是不是這些你市民來說你沒辦法解決的，這些公義的問題。其實講到最後，無論你話點樣去投票，鼓勵啲人點樣去投票，乜都好，我都話許智峯乜都好，其實唔需要講嘅。我覺得真係投唔投票呢樣嘢，向自己嘅良心交代，使乜發動咩運動啊咩嘢啫？我覺得，如果你嗰啲候選人你唔認識嘅，我好簡單，按照李家超所講嘅標準咧，係咪為香港嘅？我唔理乜嘢係咪愛國愛港、建制與非建制呢啲咁嘅。即是政治標籤啦。我哋選擇候選人只有幾個標準：第一，我哋嘅政治理念同佢政治理念係咪一樣？呢個政治標準。第二個標準就係佢哋嘅從政嘅歷練、佢哋嘅能力、過去嘅往績有冇獲得我哋嘅信任？信任，第一信念，第二信任，係呢兩樣嘢嘅啫。你問我香港市民，如果經歷過呢兩年三年，有冇能力去決定到我信唔信你？同埋我同你嘅信念系咪一樣咧？咁啊，如果你覺得馮檢基嘅理念同你一樣，佢直唔直法都冇所謂嘅，我覺得係咪？唔好歧視嗰啲直法嗰啲人。你睇下邊個啊？張高麗70幾歲直法又點啫？彭帥咪照樣俾佢上，但係假髮添啦。張高麗嗰、那個係咪？所以就唔好討論馮檢基有冇直法，而係馮檢基呢個人你信唔信得過？就係、是、咁簡單嘅啫。湯家驊呢類人你信唔信得過？狄志远、王成志呢类人，信唔信得过？你信唔信中联办幕后冇叫佢哋参选？你信唔信冯检基一路话佢最后尾先决定参选？连最后尾决定参选嗰下都讲紧大话啊！其实系全世界一早知道冯检基会参选噶啦。如果喺呢啲问题里边，仲系隐隐晦晦、犹抱琵琶半遮面，系咪？明明条底裤已经染红噶啦，红着住红底周围走噶啦。啊！仲要穿多一条透视嘅面裤喺度，好似阿陈百祥咁样行嚟行去。如果咁核突嘅政客，你都觉得应该支持嘅，咁你咪能够成为新香港人咯？呢个系一个分野嚟噶，即系等于喺11月11日，究竟你认同嘅呢个系英联邦嘅虞美人花，定系你认同嘅系光棍节咧？你咪自己拣咯，系咪？光棍节有好多咩嗰啲红包啊？嗰啲咩支付寶金幣俾你哋搶噶，係咪可以攞好多著數噶？光棍節去買嘢，係咪？但如果你覺得呢個係英聯邦嘅日子，我哋曾經係英聯邦嘅一員，而英聯邦嘅軍隊喺香港人最危難嗰陣時係犧牲咗自己生命，我都話你去西灣墳場睇下嗰啲加拿大軍隊 Winnipeg 軍尼柏嘅 Canadian 嗰、那個。阵亡嗰个年纪啊，你睇下个墓碑嗰度阵亡嗰个年纪，中学生嚟嘅啫，其实
係嘛？如果你相信呢個香港保衛戰係靠東江縱隊嘅，咁你咪烏蛟騰咯。每一樣嘢都係政治嚟嘅，每一樣嘢香港人都要選擇嘅，其實。如果你講呢個戴呢個啊虞美人花啦，咁樣其實因為呢只花有幾種嘅，都係罂粟屬嘅。嘅花，咁所以有小罂粟花或者叫紅罂粟花之稱咁樣啦。我記得有一次係咁啱佢安排咗英國首相嗰陣時，仲係保守黨嘅卡梅倫，咁係呢段時間十月尾十一月訪華嘅，咁就係一落機嗰陣時候就係帶住啲罂粟花，然後好似就俾中國嘅接待官員嘈嘅，就話：哇！你英國佬，你嚟訪華，我特登邀請你嚟北京，點知你帶咗罂粟花嚟，係咪暗係咪後諷刺我呢個鴉片戰爭啊？係咁樣，你即刻同我除 Q 咗佢啊！咁就人即係人哋咪卡梅倫就解釋咯，咪就話唔係喎，我哋年年呢個日子都咁大喎，堅決就唔除。咁嗰次咧，即係共產黨咧喺北京就拗唔過嘅，係嚇。咁而且就係喺加拿大嘅朋友咧，咁就即係可能都會知道咧。即係依個紀念日咧，即係對加拿大嚟講嗰個意義重大，因為加拿大讀書一定會讀嘅，就係話你喺一次大戰之後，淨係因為加拿大派軍參加呢個歐洲戰場，先至係確立咗即係加拿大作為一個即係獨立主權國家嘅地位嘅，即係甚至就話即係加拿大成為一個國家，係靠佢哋登上呢個法國嘅一個小山丘，嗰個小山丘，嗰個小山丘唔係小山丘，嗰個小山丘咧就叫做。Wemmy Ridge, the Battle of Wemmy Ridge 嚇，我唔知中文嗰個地名點樣譯啦，係咁樣咁，因為原來咧一次大戰嘅時候咧，即係加拿大兵團咧去到歐洲咧，發覺咧係好打嘅，係而嗰個小山丘咧就一直以嚟咧，即係英法聯軍咧都係冇辦法係可以喺德軍手上邊咧係可以攻佔得到，就係靠加拿大單獨嘅軍團單獨作戰，三萬幾人係一係喺即係呢一場戰役入邊係攻佔咗。呢一個山丘咧，咁所以就喺加拿大，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就講，即係加拿大登上成為一個國家咧，就係喺登上嗰個山丘嗰一刻啦。咁即係所以一戰去到二戰咁樣，即係呢個即係紀念軍人節，其實同呢個即係國家嘅歷史咧，當然即係加拿大有好大嘅關係。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翻啦。係同埋啊，咁然後就阿張昌我講啊，呢度嗰啲撲街藍絲啊，聽清楚。